我以前呢就是这样子鼻涕王来的，鼻子敏感，每一天早上醒来啊，鼻子都会流鼻涕，不然就是会阻塞，睡觉的时候呢又鼻水倒流，然后很难呼吸，尤其是在 aircon room， 在 aircon 的房间里面，哇，真的是会窒息的感觉。但是现在呢已经没有这种的问题了，因为呢我有长期在服用这个葫芦汁，葫芦灵汁，就是 tiger milkMushroom， 葫芦汁还是可以帮助我们改善这个呼吸道有困难的人的，尤其是鼻子敏感啊、咳嗽啊，或者是喉咙痒痒、中了 COVID 的这些后遗症啊，都是可以帮忙到的。而且它还可以补我们的肺部，然后增强我们的免疫力。那么葫芦汁这里呢是有两种的不同的味道，这个就是龙冠，就是枇杷，这个呢就是芒果的口味的。那么龙冠的话呢，它是加强版，因为它除了甘草、葫芦汁、维他命 C 之外，它也添加了枇杷还有雪梨，所以它是更加好，可以帮助到有呼吸道有困难的人。所以如果你是想要改善咳嗽、伤风、鼻子敏感、鼻窦炎啊，或者是喉咙痒痒、中了 positive 的后遗症的话呢，欢迎你一定要来询问这个葫芦汁。那么好，那么好的产品，你一定要试，记得来找我啦，我是芒培。